那咱算够吗？什么？算够吗？够。我就点香菜。就点香菜。就点臭菜。哎，好，我知道馅儿。今天咱们嘎地啊，嘎地发点鱼儿，看看这鱼怎么样？菊花子，小山螃蟹，打点鱼酱吃啊，打点鱼酱包分包。这一年没打辣椒酱吃。啊？我说这一年没打辣椒酱。辣椒酱吗？嗯。你爸不说辣椒没打。你别整点辣椒，做点那个辣椒那什么。甜的，辣椒酱。嗯，这炸酱呢，鱼脑子了就不要了，还给它揪起。搁鱼酱包饭包，吃没吃过？东北的地方这鱼，你就秋天要不整出来，冬天水浅也是冻死。它上冻，冬天吃到烂呀，它就冻一米多深，得冻一米半深吧，还冻死性了。好嘞，这些就够了，打的小鱼酱。能撞心吗？这玩意儿？啊，不都半心了吗？嗯，这点撞上是不是？掰着叶子就行了，整一个大叶子就够一个包的。这是爬了壳子。这个给它薅得了个屁的，牛吧，还得吃呢，够了这就，够了吗？够了。上美地了？喂完了？这大排叫，洗碎是碎的。这咋的？这他妈就是。鸭子冻酱，鸭子，你先给鸭子冻酱。打鱼酱啊，打鱼酱必须得有鱼，得有酱。开炖，这时候咱就吃饭了。啊？这酸的。蘸酱吗？蘸酱，这玩意给你爸吃蘸酱。哎呀！刚吃鱼酱，他蘸这个。黑的，看表面，什么肉？我那在最后。后啊？那。看表面吗？是好了。你怼碎就得了。嗯。我来给怼碎了。这鱼酱就不能整个吃了，就得整怼烂乎了。这小鱼一刺都能吃啊！啊，好嘞。啊？说我快拿回来，黑黑长。你爸吃啥的，我都不知道，就吃青那么香的，啥的。这想吃的干啥也是。掉了。谁掉了？饭粒掉了。你爸呢？那。你别老抓我，他端吃包子那手都不老实。盖饭吃的吗？嗯。我盖饭都吃了，能包的。嗯。怎么从那吃完的？这个倒。哈哈，才回来。
证没补办，回来就吃呗。这一口啊。